妈说，哦，妈可真的很累。燃香米轻松和谐的发布会，主演们在拍摄电视剧时确实一点都不轻松哦。明明在无心法事里还是萌萌萝莉脸的陈瑶，却是暴瘦了20斤呢。对，因为我首先是因为上一部戏确实太胖了，然后想要控制一下，然后这部戏因为看到剧本的时候觉得很虐，然后后面慢慢拍的时候，因为有的时候沉浸到感情的氛围里面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自己吃东西了，吃的很少。